航空城未来发展，交通部高工局推动国二甲线延伸计划，规划高架道路衔接国二甲优先段台十五线跟台六十一线，预计在2029年完工通车。对此，桃园市议员游吾和感到乐观其成，同时也向市府争取要与中央同步来开辟平面道路，借此带动在地圳头内海的聚落发展，并且舒展民生路车潮，改善在地的交通路网。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是我们大安区国际路，那我后面看到这里是国二甲的下国际路的匝道哈。那国二甲它的延伸到六一，是身为地方的预言呢。我希望说，除了国二甲的延伸高架延伸到六一，我们要推动它的平面道路，政府应该要有前瞻的眼光，要推动地方的建设，带动地方的发展。所以说，它这个平面道路就沿着高架底下的平面道路，从郡头推到内海，再接到六一，这样我们地方才有发展。哦，这是以上我会在这个会期努力的跟交通局还有中央去努力的争取。现在我们民生路到六一，现在每到以前是塞在民生南路，现在塞在民生路这一边，只要上下班哦，塞车也蛮严重的，都要往这边的匝道往上去。那这个平面道路，假如再去推动它，哦，可以去分流我们民生路这边的车流量，往这边走。哦，那这边呢，上我们六一可以带动呢，我们的产业园区那一边也有一个上匝道口可以上去六一。那除了带动我们产业园区那一个地方呢，因为内海里哦，这个原有的聚落哦，除了工业区，它的人数一直没有办法去做成长。就是说这条平面道路要推下去，交包括产业园区哦，我们希望说我们这边看过去的哦，全部都是航空城征收哦，那航空城征收的小孩子全部会来内海国小这边就读。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在交通网路上呢，能做一个串联来疏解交通。那除了带动内海，也带动我们郡头这一边，哦，让郡头能活化起来，哦，有航空城征收，航空城征收，那剩下原有聚落，我们要更加的去建设它才是应该的。全台最大土地征收案的桃园航空城计划，由于屡屡接获搬迁户们抗议补偿方案不公，桃园市府在2023年底提出7项补偿新方案，希望能减轻搬迁户压力。不过，桃园市议员游吾和分析，认为自征收进度延宕后，政府提出的新版配套方案细节不够明确，又缺乏弹性，没有照顾到部分征收户权益，甚至还让民众处处受限。因此他希望政府能调整，并且早日正式公告，办说明会来和民众说清楚，才是治理市政的正确方法。张市长他有释出5大诉求，那后来又有7大要点。他5大诉求，比如说他最后走要花15%嘛，那当初他表定是113年10月份走的，他现在延到115年的8月份，那现在要走的人15%可不可以提前发放？人民都打一个问号。他现在都在媒体放话，我刚才有讲，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公文。好，包括说，他要给这些长者没有办法贷款的银行，跟农会，如何有办法真实的去办？可行或不可行，不是市政府讲的，金融机构有金融机构的一个制度，那你真正有让这些民众，你80、90岁还有办法去贷款吗？这是我们质疑的啦，再过来就是说，你每平，回去重建的人每平补3万。那他说114年2月份土地发还，1年时间
给征收户去盖，盖一年一定要二楼楼地板完成勘验三个月后才发放这一条金额。那我要问哦，114年二月到115年二月，一年的时间要二楼楼地板完成。假如说一户有可能100户、200户、300户，甚至1000户，同时在兴建的时候，这时候是缺工缺料，找不到工人盖，那这一年里面没有完成的人怎么办？所以说，我们希望政府啊，要苦民所苦，你不要说一年，你要2年，哦，有一个弹性的空间。甚至我那一天有民众问我说，他现在安置住宅每平降3万，哦，我们他原本啊跟我们讲的说明会是15万跟16万，那现在通货膨胀，他把通货膨胀全部压在征收户的身上，哦，那土地增值，他卖土地政府拿去，这样公平吗？土地卖权增值，他拿去政府赚到，那你通货膨胀压在征收户身上，你安置住宅降价全部降在全账在我们这一些征收户身上，所以说他本来是跟我们讲说20万到22万，那他现在每平降3万，是多少？也没有一个明确数据出来。他甚至讲说好，我每平降你3万，要落实你们的安置，哦，所以说他们本来要严你说要5年之内不得移转，征收户慌了，因为你征收，我们才来买你的安置住宅，哦，你不要跟我征收，我不会来买啊。但是你跟我征收，我来买，那你又限制我不得做移转，那你等于限制人民的财产自由分配权嘛，哦，这样是错的。后来我有向地震局反映，这一件呢，哈，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，所以说讲那么多都是用嘴巴在讲，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数据，也没有说下来跟我们开一个说明会，哦，我们现在延期要延多久，哦，正式公文，正式的时间，赔偿的金额多少，都要讲得清楚明白，不是一直在媒体放话，不是用新闻来治理市政。